我们是不是可以吃饭了？可以。好，吃席，吃大兄的席啊！开始，请各位直播间水友一起吃大兄的席啊！今天这个因为大兄不怎么来，来的次数有点少啊，今天就只点了三个菜。昨天的这个视频得要等明天下午才能发了。谁打我？管他的。你不是开打大兄吗？再打大兄啊！你看，他自己来挨打了。大兄自己过来挨打了。不是我点的哈，你们自己看看，这不是我点的，我手都没动。好勇啊，对吧？正好一边杀大兄一边吃他的席。嗯，真香啊！大兄的肉真好吃，肉质肥美，肉质鲜嫩啊 ！nice， 谢谢大兄请我们吃席啊，谢谢了。这恶心起来，因为他这个人很恶心，所以我觉得我也恶心一点，没有问题。大兄的这个鸡腿肉好好吃啊，真棒！大兄要不把我们这外卖也报销了吧？80块钱也不多，对吧？大兄他说他做工程的，哎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他说什么？你爹做一个工程赚的钱都能把我砸死啊？这个我不用你把我砸死了，你就给我报销这80块钱的这个你的这个席就可以的。各位，啊，菜就在这里了啊，最左边的就是大兄的这个猪头肉。肉不会吃完，猪头肉辣椒啊，都是辣椒的啊。我们明天刚开始开就给大家看，这个呢是它的这个小鸡爪子肉啊，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回锅肉啊，脸上的猪头肉。卡了，好，脸上猪头肉，这是我们的这个饭啊，感谢这个大家的这个收看啊，明天再来。